安娜是做什么职业？我是舞蹈老师和瑜伽老师。哦，啊，哦，所以今天要跟他来一个放松伸展的一个瑜伽。哦，你也有教男生啊？有有有。哇，你教男生那还得了？那所有人都要指名要你教。对。对，真的很多人是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男生女生都有，小朋友也有。男朋友的话，男朋友怎么会受得了？对啊，那就不要找男朋友了。哎呦，哦，事业心很强哦。好的，请开始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先来一个简单的，你跟我面对面坐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，这简单哦。脚跟我一样，就是到你可以的伸展的开度。看看往后多一点啊，你可以，所以你可以打开一点，就是你可以躲开就躲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个脚可以放后面呢。好，那你试试看。放后面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等你啊。真的可以啊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可以，好软度很好。对，那我不行。老师不行。对对对。哎呦。那我们做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啊，那要把，请你把手交给我。OK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互相给重量，慢慢来。好，那我先拉你，然后你就吐气放松。等一下。你刚刚那个动作这么厉害，现在他是这边这边比较好。那换你，换你带，换你带我这样子啊，吐气放松，肚子往后延伸。哇，好酷啊！老师好软哦，老师你这样好强哦，夸张。好，还好吗？就这样还好吧，一开始这样。慢慢慢慢慢慢。对，就这样。哇，你看老师很温柔哎，很爱的感觉，对，很好。上那课真的很放松。哎，这个我也想跟他学，会真的。而且两个人这样，如果在空间多浪漫。对呀，对，这个差不多一个小时拉筋了，大概已经学会吹口琴了。好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吹口琴。下一个第二个动作，好，那这次你，请你帮我跪姿，然后婴儿式再这样，就是膝盖跟你的肩膀同宽，然后身体往前延伸这样。那你可以麻烦你帮我坐这边吗？哦，好，面对。对，面对。这里那边那一边面对我，对，面对他，起来吧，这样子，乖乖，对，明生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往前延伸，我会碰到你哦，好，对对，尽量往前延伸，然后头顶尾椎往下，好，那我会在你的身体上面给你重量，让你放更放松，哦，好，哇，这个太放松，这太放松。哦，这过度放松，过度放松，哇，还好吗？不过你这个职业真的是会引人遐想哎。会吗？在那样的空间里面，好，你还好吗？还行，你算轻。好，那你要跟我交换吗？啊，交换几？交换？对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他压你啊，对啊，压你。交换位置，换你试试看放松背。快八十公斤哎，好，你要试试看，好好。那我在这里。老师好温柔。哎，对，他们两个人眼中仿佛我们都是。他们根本就是 one by one 在教室，眼神有爱，投入进不去嘞，投入在这边，有，产生世界了，对，有空间。好，那就一样哦。我等下就像一个一张椅子一样，然后就是屁股在这一样，对，躺上来，然后放松你的背。因为他我仰正面吗？啊，正面 ，OK， 等一下。是躺的，对啊。刚老师不是这样的，对。刚老师是背的，没有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哦，对了，对。还要问我们正面吗？你问我们干嘛？问你老婆啦。老婆不要看，老婆不要看。躺着。好，这种路半夜的一定有问题了。我的臀部上面不是坐上去，不是啦，你是腰靠上去。而且他刚，你先蹲。我刚刚我不知道他怎么压，就这样蹲着，好，对，就有点像这样子，然后慢慢躺上去，轻轻慢慢的去。好，来喽！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来下来，对，慢慢来，对，可以。然后手往上延伸，在你的耳朵旁边，对，往下走。会不会太重啊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背部放松，老师很厉害。放松伸展，好吗？你有，我也要放松。对对，就是你要放松。这个太放松了。对，还好吗？真的很放松了，真的。还好吗？有回来了，好，慢慢把重量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最后一个。最后，最后一个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样就40分钟了。最后一个，那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点。好，那你等下帮我做这个动作，就是手跟脚。我们下犬式在这里，在这个动作下犬式，对，真的是腰 OK 吗？好，那你要面对，麻烦你面对这里，谢谢。这里，对，好，脚往后一点点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再往后一点点。老师是真心在教的，手慢慢的往前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再往前。好，我们要漂亮的三角形，然后膝盖不要往内夹，背往下压，对，好，眼睛看两个手中间，
好，那我等一下会在你的身体上跟你的身体做一个加压的动作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要上来喽。不是吧？老婆对不起，老婆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放松，放松。哇！害羞，害羞，还可以吗？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好，我们再三、二，好厉害，一，好，一起放松。哎呦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充血了，充血了。家里人还好吗？我是有点害羞啊。哎，起来吗？连我们看的都害羞。对啊，更何况是你。刚你有听到口琴的声音，是我吹的。我想说哪来的口琴？谢谢安娜老师，感谢感谢。